百年来鬼哭冤种向来只能活一个，在暗河沐雨就是照亮我的那束光，我们两个人都要活。你们一起长大，这一次会成为暗河百年来最英雄的杀手，一定要向彼此拔剑。大家长黑为已经无人了，只剩下你们家冥顽不灵的朱影十二霄。我们当初立下了誓言，要誓死保护大家长，有多稳定呢？你还真是木鱼脑袋呀，靠着杀戮夺来的大家长之位，偏偏这家人居然是我孙昌河。你是杀手，居然还想做个好人。你是苏家第一高手，只想给苏沐雨。说什么必定把我？从今天起，不会再有任何人可以伤害到你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的魁盖。沈依妮，好像对他格外的感兴趣啊。我现在喊一声，你能出现吗？有人在此提前布下了阵法，但若那位神医被杀，就麻烦了。大先生，谁派你来的？这是梦境。要杀姑娘，得先杀了。我不想死。